上模具拆解方式。首先我们先把电关掉，打开，再把它下模缩进去之后，把电关掉，定位的时候把电关掉。啊，然后我们把上面有三只螺丝，啊，左右各两只螺丝，把它都拆掉。拆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有一个活动挡板，可以把它拿起来。那主要的话，拆上模具就是这两只螺丝要拆解下来。那我们先把中间这个马达螺丝把它放松。放松之后，这个先把它压下来，那螺丝跟垫片先把它拿出来，就可以拆解这两只螺丝。这两只螺丝拆掉之后，确定有分离之后，再把这个稍微往上提上去，再把中间这螺丝稍微把它固定住。那前面这个部分就完成，那后面的线的话就是有这两条6跟7是它的加热线，把它松开。松开之后，这里还有它的感温线，那感温线一样把它松开。后面线路都好了之后，再把它转过来。这个模具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，这就是上模具的拆解方式。